我们他们的辛苦努力及牺牲个人宝贵的时间啊、班长我啊、代表各位同学哦，卡迪亚，你准备个姐姐姐姐，多谢啊，无伊嘛咧，个好领个，多一条多谢啊，伊大概买啦买啦，伊嘛干嘛哎，把印作写信啊，我代表我们这次来参加同学会，我班长啊。代表啊、向他们几位辛苦筹备的同学，还有我们下营常住这边的同学，他们主动联系奔波啊，去找他们我们同学的亲友，慢慢一个去把你们找回来，慢慢找回来啊，致上我们十二万路的感谢之意哈，恁、三个代表三个，或提醒到我们常住在下营的你们的辛苦啊，非常的感谢你们，才有我们今天。啊！毕业45年，唔捌见过面，竟然阁有法度大家召开同学会，尤其难得的，还能够有请到黄老师，还有师长，还有吴老师，吴老师伫麻豆阁挂过来，黄老师伫麻豆上课阁挂过来，哇，这个是非常的难得。相信在我们陈明洲大师，伊咧教话足厉害诶，伊教话伫顶悬咧买咧饲物件，包括两个字啊咧。袂使讲交配，你还阁安怎讲？交尾，交尾，我交配歹听，讲两只刚刚到尾伫空中咧交尾，竟然能够把它造起来，啊，那种功力啊，哦，实在，今天他一定把我们今天同学的照片拍得非常的圆满。啊，那杨德寿长一点，反而伊吐头的安怎？伊讲需要拿阿达阿达马赛克，啊，那无就讲头毛叫伊。有擦了哇哦哦啊，你安尼看见了未？哦安尼啊，哦哦哦，啊，我们昨天在金龙岗打个人，女孩子就好像待嫁女儿心一样，那么兴奋，大刚女孩儿让，我困未起了，尤其阿姨阿妈拢四五点，班长我睡不着，哎，阿罗你要问早安，啊，这是。大家啊能够来参加本次同学会的动机啊都是非常的单纯，不管是居住在家乡下营或是旅居在外地，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共同来追寻儿时最纯真的记忆。好，我们拜现代科技之赐啊，有参加同学会群组聊天讨论的人啊，对儿时的记忆相信啊已经慢慢的浮现啊，但是因为很多同学，因为像西里妈啦、迪亚啦、阿哥、财宝啊，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个群组，他们根本不晓得咱这几天在创什么会，做老些嘞。有时候到了12点，阿哥你还用还掉啊，阿哥你用啊，所以我们几乎都是为什么会那么熟来的很热络啊？因为我们已经里面打得火热，打了一两个月了，所以就开始在吹人的时阵，大家都很、尤其看到就杨德寿。你大家说哇，头毛拢无去了。那杨志文去，不是去西藏，伊去迄个稻城雅典，我也袂去嘞。那个，哎，照相一回来，哇，嘛白头毛伊啊，拢白头毛啊。因为杨志文小时候就小小的，很可爱，过嘴呀，啊，五回来头毛就白啊，我小讲，希望我们透过本次的机会，更能找回我们共同那段纯真无邪的回忆，让我们想到那儿时的趣事，在睡梦中都会笑啊。有人那个那一天的话，我咧泰山啊，泰山那个啊，人一个啊，他都吴老师个不了，我个讲一个，我这群主不是厉害啦，有一个沈汉鲁，等一下吃饭会啦，哇，伊个伊个群主咧啦，我告你啊，咧下分钟作等的，我、伊即卖你知啊，你中央大学有一个会员，但我但是伊。为了大家同学会这么热络，他会请假搭高铁，然后从高铁下来高铁站搭计程车回来。啊，大家同学都讲沈汉文主客人看到做好样，啊，可能穿做 B 鞋，啊，衫拢穿白衬衫，拢穿皮，讲因客人穿做好样很优。啊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大家物质都很贫乏。啊，裤穿来上课拢嘛穿一领，一领拢唔甘穿，等于就脱个啊！啊，拢嘛穿一领内裤，啊，较早拢会做美合作，米粉袋啊做的，啊，后壁做美合作了，中国国旗，我们中华民国国旗甲美国国家头前搁一个敬重，唔是20公斤，就30公斤，那多四个海嘞海嘞，女孩子是没有了。啊，我们泰山吼，讲伊就讲，我都没有穿过啊，讲那是秘密不能讲，我就想到伊，还有两只，我伊面拢咧困拢会笑啊！希望我们今天来讲这些儿时，咱的共同目的，等一下追回我们那些
一年级到五年级啊，因为六年级都在升学压力之下，可能嘛贵料不该喝。一年级到五年级都还没有升学压力，那时候还不用考私立学校啊，没有那个压力，所以大家都还很快乐啊。希望大家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机会，大家拢讲啊，较早趣味的代志，暗时啊等伫咧困啊，暗时啊比较啊脏的，搁想着安怎，暗时啊咧困，带着微笑，然后来在睡梦中来睡着啊。人讲的。长者之前不言老，那你老师会扁桃颈，那到底谁功劳？哦，在两位老师面前，我们都还是小孩子啊、都还是小孩子啊、希望我们来参加同学会的同学们啊、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哦，健康才是本啊，其他拢是假。以前你我做要进官好比啊，少年嘛是拢一点病，嘛是讲我一讲讲步步高升，我还正来厝威风一下咧，但是。后来我到这种年龄以来，还是心态想要变，心态能够一年嘛，一不存在，后面你个五十八年嘛不好，哦，心态爱国，咱才有法度想，啊，将来心态过好，这样才能会有尊严的活着。看到没，活来要有尊严嘛，你若无尊严，讲叫啊，我不是看迄。迄外头杀一堆老人去啊！人迄五人老人去啊，捧钱哎，后壁迄外头足快乐个，讲甲伊下啊！所以希望大家咱身体过好，有尊严的活着。大有法度，像咱老师伊拢八十外岁啊，过世个黄老师拢去阮三清路后壁遐唱歌，听讲唱伊日语个，唱甲偌好个，迄若唱，大拢拍鼓啊！哇！啊，吴老师啊，佫有法度啊，伊摩刀开车来到遮。这是我们来参加同学会，看到老师来参加，这是咱回来爱练身体。其实身体过去咱拢阿操，今嘛是爱来阿顾哦，所以我今嘛较早拢做外勤做副工，对嘛是拢阿蛮来顾。今我嘛无食薰嘛无食，无流鼻烧酒嘛无咧应酬啊，等于纯都泡茶尔，穿泡茶甲啉茶尔，所以过后我咩啊，我就像杨志武讲要来稻城亚丁的，要来创啥来创啥，因为我经常去中国大陆旅游。中国大陆里的真的是大山大水，你两支脚也不要紧啊。你中国大陆定义就不好哦，因为那东西风景。因为我最近才去那个走丝路回来，我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啊，倒头行行转来到西安，来按2000几公里，来两三千公里，很辛苦。卖讲到带大陆去，咱到台湾这头，你身体也无袂行。那你讲才过了，讲伊拢骑机车去山林。骑机车去到山顶，你若袂行，就看看尔，佮骑机车佮骑着来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希望、各位身体把它照顾好啊！我们在最后就是一个结语嘛，感谢我们敬爱的吴老师、黄老师、师长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同学会。各位同学能够把你身边重要的事情，像阮某啦、囝拢放伫边的参加那个同学会啊，来参加这個同学会，非常的感谢各位。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